好，我是苏玉婷，读建德国小二年级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宇轩，读建国国小三年级。大家好，我是郑如意，我读月峰国小二年级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以乔，我读建国国小三年级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一晨，读仁和国小一年级。就是我们的吉他老师徐胜宁老师。我们今天要演唱的曲子是《当你》。